这是咱来共读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16章第13节到24节，耶稣来到卡撒利亚腓立比境内时，问伊的门徒讲：“人讲人子是虾米人？”因应讲：“有人讲是西西者约翰，有人讲是伊利亚，嘛有人讲是亚利米，也是是先知中的一位。”耶稣问因讲：“恁嘞？恁讲我是虾米人？”西门彼得应讲：“你是基督，永远上帝的子。”耶稣应伊讲：“西门巴约纳，你真有福气，因为甲你启示的毋是人，是我的天父。我阁甲你讲，你是彼得，是石板。我要伫即个石板顶起造我的教会，因父死亡的关系，拢未赢过伊。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予你，你伫地上禁止的，伫天顶嘛会禁止。你伫地上温存的，伫天顶嘛要温存。”后来，伊命令门徒毋通甲人讲，伊就是基督。迄时，耶稣开始对伊的门徒表示，伊一定要去耶路撒冷，对长老、祭司长、甲经学教师受真济苦难，阁予人害死。第三日，上帝会予伊阁活。彼得就邀耶稣去边啊，甲伊责备讲：“主啊，绝对毋通！你袂用得有即款代志。”耶稣反转身对彼得讲：“撒旦，闪开！你咧甲我颠脚半抢！你想的毋是上帝的事，是人的事。”后来耶稣对伊的门徒讲：“要对我的人，就完全否定家己，拿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。”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前个台湾神学院的院长，伊是专门研究宗教社会学甲伦理学的。伊就分享一件代志，伊讲，伊伫美国读册时，迄个一个教派，伊所属的教派，伫1966年，拢总有420万的信徒。但是呢，过40年，这个教派剩210万。昨昏伊去地书，伊赶紧阁查一下。伊讲伊昨查一下，伊阁较惊着，因为剩124万。所以对420万、210万到124万，安尼差不多剩1/3的信徒，继续留伫伊所属迄个教派。然后伊阁提起一项代志。因为本身是研究宗教社会学的，所以研究真侪教派、种种的其他的宗教。伊讲伫1970年，已经有一个学者提出讲，伊讲，那耶稣，恁所教的圣经，恁若真正所教的圣经，若真正认真伫主日来讲，然后。信徒认真去行，那是安尼，迄款的教会一定会兴旺。那无，安尼教会就凄惨啊！用凄惨落魄四字。那无，就是讲上帝话圣经，那无真真正正伫教会来宣讲，而且信徒转去，还佫真真正正安尼去行。也還有咱心底真正相信，若无安尼，安尼教会，就会凄惨落魄啊！1970年就讲这款的话，果然无错。1970年到即马，伊所讲的不断的发生。亲爱兄弟，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，是圣经中间第一届讲到教会。就是伫马太第16章，这段圣经，耶稣问伊学生讲：“人讲人子是甚物人？恁讲我是甚物人？”这个时阵，彼得讲：“你就是基督，是
永远上帝的子儿，你就是基督，是永远上帝的子儿。结果耶稣就宣布说，以后我要将教会起造在石盘顶。因为这句话，所以开始有天主教认为第一代的教皇就是彼得，到底今仔一直一直一直落去。但是事实上，耶稣咧讲这段，唔是咧讲去起造在彼得顶冠，有三个理由。头一个理由，因为伫希腊文头前有一个冠词冠词，这个冠词彼得是阳性的，总是石盘以及头前迄个冠词拢是阴性的，所以表示耶稣咧讲要起造伫石盘顶，唔是咧表示要起教会，唔是要起伫彼得这个人的顶冠，彼得嘛唔是教会的石盘啦。第二个理由。圣经中间常常将上帝当作石盘，古约中间太侪太侪这款的人，耶和华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救主，是我的上帝，是我的石盘，是我所倚靠的。除了耶和华，什么人是上帝？除了咱的上帝，什么人是咱的石盘呢？在诗篇里头讲起，上帝就是咱的石盘。所以圣经常常用上帝来譬如做，用石盘来譬如做上帝。所以伫遮，佫较毋是咧讲起着彼得。第三理由，伫圣经的其他所在，哥林多前书已经讲好啊，讲迄个已经采好的根基，教会采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除去以外，无有别人会通佫去采迄个根基。所以迄个真正耶稣咧讲的讲，我要将教会起伫石盘顶，迄个石盘毋是指彼得，我要将教会起造伫基督的身上，要起造伫基督的身上。但是彼得伊说这款的宣告，虽然毋是要起造伫彼得顶冠，但是彼得这款的宣告真有意义，因为伊会通讲，伊会通讲是代表。教会内面所有人的宣告，伊就是代表的人。一间教会，一间教会就是爱去宣告，耶稣就是基督，是永远上帝的子儿。所以耶稣就随家讲，彼得，你今仔讲这个话，唔是出自你的肉体所讲的，是天顶的父启示你讲的。彼得，你今仔讲这个话。不是出自你自己的意思，你今天说这些话，上帝启示你说的，所以你可以说彼得就是在说一项事情，教会基督是我们的根基，总是教会信徒，教会信徒是要宣告耶稣就是基督，因我上帝的子儿。亲爱的兄弟，咱要宣告耶稣是基督，永远上帝的子儿。伫教会咧讲，伫教会内面咧讲，亲爱兄弟，我你要听清楚哦。伫教会内面咧讲，真简单，敢是安尼？伫教会内面咧讲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子，真简单。你一定爱安尼讲，无可能你会用赶出去。但是要紧，伫教会外面。你有安尼宣告，或者是困难。基督要彼得要宣告这句话，在迄段当时的犹太社会，彼得要宣告这句话，会去用钉死。你是谤读上帝，你是安怎讲耶稣？伊是人，伊毋是上帝的子儿。伫教会要讲真简单，但是要伫外面咧讲，基督是上帝的子，真困难。你看，在这个过程中间，耶稣先讲，耶稣先讲，很多人说，我是先知耶利米，我是以利亚，若是这样，你们说我是什么人？若是这样说，你们是，你看我是什么人？耶利米、以利亚，耶利米是以色列人伟大古约的先知，真敖教士人，为着他的百姓流目屎。伊利亚是因的先知的中间上奥惊神迹奇事的先知，
一个是进入灵力，一个真好驾驶人。别人讲耶稣甲这个先知平等，啊，若是安尼，请问恁看耶稣基督这个人？耶稣问伊学生讲：“那是安尼，恁看我是甚物人？”遐个学生的中间，在伊学生中间，敢若一个人彼得勇敢宣告讲：“你就是基督，是应我上帝的儿子。”表示对彼得伊这款的宣告来讲，伊甲其他的人拢无相像，伊无将耶稣当作是只不过是 one of 其中一个先知尔尔，伊甲伊当作你是唯一的。你是上帝，在你的内面有永远的活命。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，一间教会的信徒伟大的宣告。当你安尼宣告时阵，耶稣基督讲，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托给你。我稍整理一下，意思就是讲，那是在教会内面。兄弟姊妹，这间教会不断去宣告、相信、行出来，基督就是上帝的子，伊是应我上帝的子，伊是基督。咱若敢安尼宣告，亲爱兄弟，教会就得到天国的钥匙，教会就得到天国的钥匙。在教会里面说很简单，但是当你去到外面，你也继续宣告耶稣就是基督，他是唯一的救主，他是永远上帝的子，他不是人，他是上帝的子子，他是神，信靠他可以得到活命，教会就得到天国的钥匙。这种的观点，最近有一两位兄弟，因拄到生命问题，然后来咱的教会，来咱的教会。哎，拄啊，我拄到因，而且甲因关心，亲阿兄姐，我愈来愈确信一项。当我甲因关心的时阵，头一摆甲因见面，小可开讲者，彼此了解人脉，啊，知影伊拄到甚物问题。伊的问题拢毋是小可问题，拢是真大个问题。但是，我愈来愈确信一项，我所做的动作，亲爱兄弟，你听看卖，我安怎帮助伊咧？我帮助伊无什么技术，无什么大学问，我干那甲因讲一项好。因为拄到是婚姻的问题，有诶拄到是事业的问题，有诶拄到因的生命问题，真迄、那个忧郁症的真严重忧郁症的问题。但是我每一届帮助因，我愈来愈确信一项。我帮助你的方法，和咱兄弟做参考。我只不过真简单甲伊讲，安尼好无？请你甲我做伙读圣经，请你甲我做伙读圣经。我无啥物足厉害的方法，只不过甲伊邀请讲，请你来甲我做伙读圣经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安尼尔尔，就安尼，每工会在一礼拜一届。我就买一本《活泼的生命》送伊，然后甲伊讲，你家己爱读，啊，一礼拜一届，牧师陪你读一届的圣经。所以我就甲伊约一礼拜一届，啊，甲伊用电话，即卖LINE真方便，啊，阮就伫遐做伙分享，啊，拄到信用的啥物问题，就甲我问，我就甲伊回答，就是安尼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。亲阿兄弟，不可思议、不可思议的代志发生啊！我就看见到上帝的权柄甲能力伫遮个人的心中，在这些人的心中，而且上帝不断是改变他们的生命，甚至上帝改变他们整个的人生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上帝确实是耶稣，确实是基督，他是应我上帝，他是应我上帝的子子。这些人来到教会，很多人来到教会，他想要解决的是他所遇到的生命的问题，他遇到失业的问题，他遇到婚姻的问题，他遇到心理的问题，他遇到工作的问题，他遇到家庭的问题，他遇到人际关系的问题。所以他遇到这些很大的挫折，他来教会要找求帮助，不然教会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些问题。但是亲爱的兄弟，耶稣基督不是要解决你的问题，
你是带着你的问题来教会，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要解决你的问题，是你耶稣基督是要调整你的生命。为什么？因为生命对了，生活就对了。因所要来是要解决因的生活的问题，总是耶稣是要调整你生命，因为你生命若对，生活就对啊。你生命若正确，你的生活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，敢不是安尼？真多问题，敢不是拢是因为生命引起的？多数的人唔忙，伊所拄到问题，因为基督来得到解决，因为帮助来得到解决，总是耶稣基督要趁这个机会调整人的生命。啊，是安那需要牧师背，嘛不是我，我嘛看真多兄弟背人读圣经的时阵，唔是干那靠牧师，其他兄弟姊妹背人读圣经的迄个人嘛收啊，国费用起做起来。为什么需要人陪读？因为初初来到教会人，真侪人拄到伊生命问题，伊无法度解决伊的问题。伊读圣经，第一，伊读无啦，他读不懂啦。白纸黑字，逐字拢捌，但是做伙读，伊就是唔知道到底这圣经是咧讲啥物，所以有需要有人陪读。第一，伊读无；第二，就算讲伊读无，伊心乱纷纷啦，读有嘛读袂入去啦。第三个问题，因为伊咧读的时阵，伊无信心，需要另外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一个人得到生命的人来陪伴伊读，伊的生命就因为读上帝话受起造起来，因为圣经是因我上帝耶稣基督所讲的活命的话。教会就得到这款的冠冕。有一个牧师安尼讲，伊讲，你安怎传耶稣，耶稣就安怎做代志。你怎么传耶稣，耶稣就怎么行事。你若甲耶稣讲，耶稣是一个神的，耶稣就做神的的事。但是你若讲耶稣就是会通解决你人生的问题，耶稣就做解决人生的问题的上帝。你怎么传耶稣，耶稣就怎么做事。在地人的信心，安怎去认识耶稣？教会的兄弟姊妹若勇敢宣告，教会就得到天国所赐的冠冕。所以耶稣甲彼得讲：“西门巴约纳，你有福气，因为黑气的肉体无启示你，是我伫天灵的爸启示你。我要将天国的所赐来给你。”继续阁讲了，既然恁若第二捆绑的，伫天里也要捆绑伊；伫第二偷绑的，伫天里也要来得到偷绑。而且阁讲一个，阴间的关系无法度赢过伊，教会会通赢过阴间的关系。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阴间会通讲啥意思？第一个意思就是说，阴间就是人死去爱去的所在，这就是阴间。敢若亲像咱台湾人所讲的阴曹地府同款，也是地狱的所在，就是人死去爱去遐个所在。人死了就去到阴间，所以耶稣讲阴间的关系，圣经底下阁写一个细细字，迄、那个官兵把它当作门啊。所以你要教那个意思，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，阴间那个门无法度赢过教会，所以教会会通赢过阴间。所以第一个意思，那个阴间就是人死的所在，表示教会会通让人亲像耶稣基督的能力，让人去经历的。就算讲，咱有一天拢会离开，拢会死，但是经历，因为教会人对死搁活，有一日咱拢要搁对死搁活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，阴间是代表什么？代表黑暗的关系。换一句话讲，这个世间黑暗的关系无法度赢过教会。黑暗的关系就是撒旦来要偷、要抬、要毁坏，让人的生命毁坏。总是教会有这个关系，官兵会通赢过着撒旦。最后一个意思，这句话在讲到
阴间的门关闭。在座兄弟，请问你，门是咧创什么？门是咧防守的，门是咧固守的。意思就是讲，教会会通打破着阴间的门，所以教会唔是伫阿咧等阴间来攻击，因为阴间是门嘛。教会会通攻击阴间的门，较赢过阴间的关系，将人对黑暗中来得到逃亡，来得到逃亡。所以教会有这个天国的锁匙的关系。这个天国的锁匙就是在教会的手头，教会会通较赢过撒旦在这个世间所做一切的关系。一个世间真多方法要来阻挡教会，但是教会是一个亲爱兄弟，请你会记得，咱的教会是徛在伫耶稣基督的基础，教会是已经摕到天国所持的所在，所以教会是真有官兵的所在。阿妹无？教会是有官兵的所在，互人经历到伊就算讲有一天伊会死，伊会通对死搁活。教会有天国的所持。所以，请咱一定要看重这个教会，因为教会是徛在伫耶稣基督顶端。教会有天国的锁匙啊！这个天，这个官兵会通赶出撒旦伫咱人心上的作为。亲爱兄弟，可能你无法度了解教会的官兵大到什么款的程度，大到什么款的程度。会通较赢过魔鬼、甲撒旦以及这个世间的关系。第四世纪的时，罗马的皇帝提奥多西，因为一项代志，帖撒罗尼城一个总督去用暗杀，结果这个提奥多西伊就下命令，将几啊千人拢刣死。这个罗马的军王刣死几啊千人。迄个时阵，基督教已经是国教啊！你杀死几啊千人，主日早起要来做礼拜，要来修圣餐。当时的主教安波罗修，站伫教会门口，两手拍开，皇帝要来做礼拜啊！伊就甲皇帝讲：“你的手杀死几千人，你袂使领圣餐。”你是皇帝，你嘛袂使领圣餐，因为你的手拢是血，不准你来领圣餐。直到皇帝认罪悔改，过几个月了后，才允准伊读领圣餐。宗教改革的时阵，创设长老教会，加里文，伊伫日内瓦，伫迄个所在，伊伫遐无悔。真多，迄阵当时百姓生活混乱，因到礼拜日嘛要来修圣餐，大家要冲入去教会修圣餐，家里门就徛伫圣餐桌啊头前，不准伊领圣餐，然后甲伊讲，除非。你对我的尸体顶冠，才来领圣餐；行过我的身躯，才来领圣餐。教会关系较赢过世间的关系，唔惊世间的关系，因为教会有天国的锁匙。咱无世间的关系，总是咱有天国的锁匙。我哩大个关系，较赢过这个世间的关系。嘛，予咱较赢过撒旦的关系，不但这个世间看会到的正观，迄、那个看袂到撒旦的关系，咱嘛会通赢过。更加要紧的是，当咱有天国的锁匙，咱伫地面就所偷棒，伫天顶嘛会偷棒。福音带你带来，予百姓对罪恶中间，各款的罪恶中间来得到偷棒。来得到逃亡，这是教会极大的关系。若无教会，就无法度福音传出去；无教会，上帝的能力就无法度出去。若无教会，
福音无法度将迄个关联出去，人都无机会来认捌到上帝听，甲上帝关系。马该来台湾宣告150年，马该来台湾宣告你感觉伫150年前，迄个时阵的台湾，台湾真多山地的部落遐个所在，迄个时阵的社会不单是汉人，还佫原住民，佫会杀人，佫会食人肉的时阵呢。马该来到台湾，但是伊伫遐来开始传福音。有一届，伊传福音传去到即卖南崁的所在，拄到一个58岁的台湾人。迄个时阵，台湾人唔那是有遮个问题，佮食鸦片。你看鸦片是真歹戒，但是当伊食鸦片时阵，将福音传予伊。后来，伊伫对着马街，最后伊完全脱离着鸦片的控制。伊讲，我是靠着基督徒的关怀，以及照着圣神的恩典，所以我会通免去，佮再去摸鸦片。伊开始对鸦片得到套房以后，伊就开始起来做传福音。伊就开始讲：第一，我古早是一个鸦片仙啊，但是我即卖已经得到医治啊。第二，我古早是主动宣教师，入来南崁的所在，但是即卖我无搁再诽谤因啊。我即卖是一个军队耶稣的人，唔惊人，嘛唔惊鬼，只是做一个军队耶稣的人。所以，伊就不但是得到套房，伊就开始伫伊个所在开始起礼拜堂啊。亲爱兄弟，早期150年前，台湾人只要一信主，经历着福音的好处，经历着福音的套房，在座兄弟，因都随时传福音，因都随时传福音。我看迄个历史的记载真感动。当时的台湾嘛无读神啊，台湾人的基督徒嘛无读神啊，伊嘛无读查经班。但是信主了，得到套房啊，因就随时起来做见证传福音，非常非常特别。因就得到天国的首席的官兵。当彼得甲耶稣印了后，耶稣甲伊讲，伊三日，伊要上耶路撒冷，第三日，伊要用台死，第三日对死人过活。但是彼得却给他扭掉，讲主啊，千万不可，这样事袂使临到你的身上。耶稣马上转过身来给他讲：撒旦退去，你是甜卡盘手的。一个带告别耶稣基督，如果才告别耶稣基督，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子。后一个时刻，伊就无想要受苦啊，伊就迄个肉体就搁出来啊，真是奇怪。真是奇怪，但是这嘛，咱体会到，只有教会欢喜受苦，教会欢喜受苦，才有这款的官兵，福音的官兵，甲能力继续伫教会中间。我拄啊讲的迄个马街，当伊伫台湾传福音150年了后，有一天，马街甲梅干母、甲南台北医师，一个是南部，一个中部，是一个北部咧传福音，这三个人有一天，因做伙。做伙伫遐讲话，伫做伙咧讲话的时阵，伊发现马街变啊。马街是一个加拿大人，伊才发现着马街这个人完全变啊。加拿大人应该是白色的皮肤，但是伊来台湾一段落真久的时间，伊的皮肤煞变黄色个，马街的皮肤乌，啊个黄，一点仔都无受压倒啊！第二，伊发现马街咧讲的英语啊，嘛拢走精去啊，足像台湾人咧讲英语，颠倒无像加拿大人咧讲英语。伊发现马街的口音开始去染着台湾人的口音啊，然后最后，因发现着马街，伊迄个形啊，愈足奇怪。啊，那无亲像加拿大人，啊嘛无啥亲像台湾人，敢那亲像这两种人安尼难做伙，啊，看起来更加亲像台湾人，啊，就更加亲像阿多啊，连伊的形嘛改变啊，迄就是
因为伊欢喜背起伊的十字架，所以上帝将天国的锁匙继续予伊落伫手头。伊伫台湾到落尾，拢总设立六十间的教会，六十个传道师，两个牧师，设立2633个人。起六十间的诊所，上帝将天国的锁匙交到伊的手头。马该伊最后安尼讲，伊讲基督教的信仰，并毋是一套理论甲哲学。基督教的信仰是必须要予人去挖出来的信仰。伊是一种道成肉体的信仰。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一个宣教士。阿门。每一个基督徒拢是宣教士。只要伊经历过钉头死，而且感受到基督伫伊生命中间甲伊钉当着。伊就是一个受耶稣基督所差遣的宣教士。下面这句话讲了就好，就有意思了。伊就是一个宣教士，伊爱开始去蒙别个人，和伊的性命嘛丢到顶头先，和其他的灵魂卖通搁一届对视搁活。今仔日伫台湾有法多有遐尼大个宣教的成果。并不是宣教士，并不是这些外国宣教士所造成的，实在是在台湾这些信徒，他每一次他们得到顶头时，他就随时起来做见证，他就随时起来传福音，是这些信徒随时起来传福音，将这种基督门徒的这份开始走出来，才有法度得到这么大的成果。但是一定要注意，一定要注意，这款的真理常常受到教会来忽略，因为大多数的教会，包括一直加拿大的教会，拢干那关心家己灵魂得救，念念，这是马该最后一足深的提醒。亲爱兄弟，教会有真多的特色。但是我今仔要来强调，就是教会已经得到天国所赐的冠冕，教会会通赢过世间一切死亡、罪恶、撒旦的关系。教会是徛起伫基督耶稣顶冠的，教会是基督我呢大的冠冕的所在，咱着珍惜，咱着甲用出来。咱当心来记得，天父上帝，刚才阮伫教会已经真久啊，阮未记得教会是你的福音要紧的出口，教会是你天国的官兵的出口的所在，灵力出口的所在。教会对你的心意来看是遐尼要紧，阮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让我们中山教会到今天会可以继续存在，继续传福音，最多兄弟姊妹欢喜过教会生活。感谢你，也照着今天彼得的宣告，又提醒我们教会是真有官兵的，教会这种的官兵是对天顶来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这种的能力的，我们就珍惜这种的官兵。请你帮助我们中山教会，帮咱中山教会不断来使用这个官兵，加做一个会通将天国的锁匙套棒来行伫阮的社区的人的心中，行伫阮的亲友的人的心中。我安尼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